总体规划。厦门音乐中心基址位于厦门本岛南端，南侧面海。规划设计将公交、地铁、码头等城市交通设施及服务于音乐中心的停车设施以不同方式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立体高效的交通枢纽，既整合了现有交通资源，又能应对未来交通压力。地景式的建筑设计将西侧的湖里山炮台和东侧保留的山坡树林相连，形成东西向横贯场地、南北向连接城市道路与沙滩的立体化建筑公园。建筑南北分别退让沙滩和城市道路，东西形成跟现状环境紧密结合的柔软边界，保留现状祠堂、戏台和场地内的大树，形成独具特色的主题院落。进一步的边界调整，加强与渡轮码头、厦大艺术学院等的联系。功能和流线，一条 U 型环路的引入，将建筑切割成几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功能组团。自西向东依次为管理办公区、音乐厅主区、音乐教育培训区以及 U 型路南侧临海的音乐主题休闲体育区，最终形成一个包含了音乐厅、培训、主题酒吧、餐厅、乐器工坊、音乐图书馆等多功能复合的城市音乐中心，以利于建成后的良好运营。 U 型环路西段依次组织内部办公、贵宾、后场设备及演员的出入口，南段和东段将码头、餐厅及培训的出入口有序串联，而主观众人流则由北侧主广场或地下停车场直接进出。多部楼电梯、缓坡台阶以立体的方式组织各股人流，最终形成一个各自独立便捷的内部流线系统。形体和结构，一张倾斜的板片提示了海景方向，将板片一端弯曲形成的直纹曲面既加强了结构刚度，也引导了视线。多层曲面板片连续跌落，呼应了坡地的剖面特征，同时呈现出面海的独特姿态。曲面板片以横向生长和立体组合的方式生成两种空间体系，分别应对开放的公共大厅和独立的演奏厅空间。拱形板墙结构高效实现了公众大厅的屋面跨度，并提供了一个透明丰富的公共空间，兼具古典氛围和现代流动感。而双层混凝土板结构则在完成演奏厅高壁空间要求的同时，暗示出内部声音反射原理，并进行有效的内外隔音。东西向连绵起伏的弧形屋面缩减了建筑的横向尺度，呼应了建筑的海波和绵延的远山。南北向层层叠落的板片则将人流沿地形的变化从城市道路渐次引导至海边。空间和氛围，建筑内部是一个连续开场的空间，地坪随屋顶跌落成梯田式渐次向前延伸，一个连续下沉的音乐池将公众人流与音乐厅观众进行了有效分离。三个音乐厅宛若大、中、小三个岛屿，自北而南浮于池中。1300座的交响乐厅巧妙结合了传统的协和式和梯田式两种布局，既兼顾了声响效果，又提供了一个具有聚拢氛围的视听环境。室内乐厅在满足200座基本要求的同时，又提供了扩容至330座的可能性，以形成三厅规模上的中间梯度，有利于音乐中心合理运营。200余座的表演研究交流教室充分考虑了戏剧、时装、演讲等多种使用需求，可提供导式、梯台式和近端式三种观演模式。蜿蜒曲折的缓坡步道
悬挂于三个音乐岛的外侧顺势而上，将人流引至岛顶。通透的玻璃帷幕之内是一个开敞的观景空间，基于遮阳、通风和节能考虑，折叠膜结构屋顶系统可电动启闭，应对不同需求。